翻城市廣場就行翻去搭巴士嘅啫。咁所以我繼續係響翻嗰個沙田中心行去新城市廣場，諗住搭巴士翻屋企。點知咧就喺沙田中心出邊咧就被截停咗行唔到啊！咁啊，要我點啊？當時咧嗰度嘅綠色嗰啲防暴啊，啲屋主咧就話要我落地下。但係人都知啦，地下嗰陣時。其實我在平台都望過落去下面地下嘅，兵荒馬亂，咁我點敢落去啊？係咪？咁啊，於是乎佢哋咧就話我咧就阻差辦公嘅，今日咧就係預審嚇，咁咧亦都好多嘢咧嚇，即係網上啊有啲人咧就話支持我啦嚇，咁啊但係限聚令啊嚇，咁所以大家都係無謂呢個衝禮嘅距離啦嚇，咁啊好似我哋以前。咁多位都係啊！如果你係記者嘅嚇，唔係記者嘅講清楚，都係冇一個豁免權嘅嚇，大家小心啲，咁就要保持翻1.5米距離啦，或者可能呢度都係啦，麻煩啦，如果兩個嘅，以免觸犯咗呢個限聚令，好冇？唔該曬咁多位，好冇？唔該曬咁多位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呢度咧又係啦，就好大劇呢個警務人員啦嚇，咁啊同樣都係啦，我哋成日都講噶啦，2019年嘅7月21日。如果有呢度1/3嘅警務人員喺元朗西鐵站，就唔會有721突唔見人嗰啲咁嘅白衣人打呢、這個嗰、那個啊著黑色衫嘅廚房收工嘅廚師啦，啱唔啱啊？人哋餐廳廚師收工都被無辜地打到成身都係受傷啦，係咪？其實721咧。只要呢度1/3嘅警務人員出現嘅，佢哋唔需要有任何裝備嘅，講真，咁就已經冇事發生嘅啦。喂，警察唔係一定要有啊好大隻裝備咧，先至叫做可以維持治安啊！如果唔係當年我哋都唔會有乜嘢子彈警察嘅出現啦，警察執行職務嘅呢個即係點講啊？最大嘅威力係講佢嘅尊嚴。而家香港警察點解咁樣啦？係因為佢哋已經冇尊嚴。點解冇尊嚴啊？721，我嘅口號就係、是、無畏無懼，抗爭到底。無畏無懼，抗爭到底。加快香港！時代進步。公司裏邊有紙皮，好好嘅，嗰個口號咧係防止國安法，多啲啊！你喂，
唔好企咁啊！耳仔聋啊！系啊！嗱，咁咧嗰度咧就系喺度查紧身份证。咁咧根据咧呢个香港法例咧入境条例咧，我哋香港人咧出街咧系要带身份证。点解啊？其实咧未有呢条法例，而系唔系好多年嘅咋吓？咁啊，几廿年嘅啫。即系点讲啊？未有我咁老噶，因为我成年之后咧先至有呢条咁嘅法例噶，应该三四十诶呢个。40多年啦，可能咁咧。呢條入境條例賦予警務人員可以喺街道截查，即係呢個香港人嘅身份證咧，係根據咩法例咧？係入境條例啊，懷疑嗰個人係點啊？非法入境者，又或者係懷疑嗰個人咧係通緝犯。而家香港嘅警務人員咧，根本就已經點啊？唔係根據法例去做嘢，佢哋咧已經將咧黃色行嚟行去啦，係抌咗，隨隨便便就話走埋嚟叫查你身份證，搞清楚，佢係有權向香港市民提出要求出示身份證，但係係要根據法例，個法例賦予佢嘅權利，嗰隻權利係佢懷疑你係非法入境者，先至需要查你嘅身份證。但是现在是不是都叫你拿身份证出来，是因为我们香港市民很恰的，是啊，那所以呢，那当然啦，他有强权保护你的嘛，共产党做事的方式，那所以他要查你身份证，你只可以怎样就给他咯。其实讲真啦，现在今时今日又有什么准备这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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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康零港康咩码系咪啊？咩健康码？根本咧又要全民检疫，根本就要攞你嘅 DNA 啊，攞你嘅嗰啲咁嘅监控，即系咧好似新疆咁样样啦，去监控。你差佬争换啦！俾张身份证睇下，有乜所谓啊？抢钱抢得好犀利啊！讲真啦，香港警察我头先都讲啦，香港警察去做呢、這个工作维持治安咧。不是靠他全副武装的，讲真，我们虽然700万人只是有30000警察，但是如果靠30000警察去维持到香港之前那个社会呢，其实不是靠武装的，是靠什么？是靠警务人员的尊严。那个尊严怎样来的？是市民和香港警察互相建立的信任。但今時今日點解冇啊？你睇下佢哋出親嚟都要成副武裝，咩胡椒噴霧啊，咩嗰啲咁嘅打死人嘅手套啊！喂，以前點會有噶？仲有啊，睇下佢哋嗰個槍，嗰、那個槍袋，嗰、那個槍袋有扣噶，唔係隨隨便便俾你，好似咧睇呢啲咩西部牛仔片咁，話第二隻手落掹咁樣掹支槍出嚟，係要隨扣先至可以攞槍嘅。點解要咁樣樣啊？是因為我們以前的香港警務人員是不會隨便使用武力的，而且不需要的。為什麼？就是尊嚴了。這個尊嚴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，是由50、60年代。哇，好仔不當差啊，當差正撲街啊，50、60年代已經有了。去到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之後，慢慢建立了這個廉政的警隊，然之後怎樣？然之後，一個香港的男子漢建立了呢個男子漢的呢個形象，香港警隊先至越嚟越有尊嚴。但是去到2014年雨傘運動已經開始，即其實講真咧，係由曾偉雄啊呢個撲街制裁佢一定要有，因為係佢令到香港警隊沉淪，刮下第一坦的这个叫那个墙啊，一墙就是叫墙的叫风，是他第一坦的，由他将这个香港警队破坏。所以去到现在1920年，好警咩好仔唔当差，当差整扑街，呢一啲咁嘅说话又再重复炒翻出嚟啦，是由50、60年代根本民间一直存在的。重复再讲多次，721
元朗警署、元朗呢、這個西天站，有呢度今日出動嘅三分一嘅警務人員，唔需要做任何嘢，企喺度，已經冇七二一呢件事情發生。講完。你講唔講？我今日前錢呢度上提八，佢今次呢單嘢係邊單啊？係咪機場嗰單啊？唔係沙田，沙田坐喺度係。我沙田呢度係啊係。咁就前錢今日上提啊，沙田嗰度話佢左側埋工坐喺地下嗰單，咁就近排嗰啲法官就好似正常化少少啊，所以我哋。即係寄望嗰啲法官，如果係正常嘅話咧，呢單嘢都係冇事嘅。但如果唔正常嘅話咧，係咁嘅事啊，又要係10萬蚊擔保同埋人事擔保20萬嗰啲。好多差佬啊，有3架警車啊，頭先喺出邊啊，3架警車啊，同埋抄牌啊，嗰啲都係好嚴重啊，今日啊，啊啲差佬又過嚟啦，又話你哋啲媒體啊，係咪假記者啊嗰啲咁嘅嘢，而家針對你哋嘅。咁啊，優品新聞最緊要有個記者證啊。同埋就會打電話去 check 下你係邊個嘅。